说当中，他一开始感谢了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历任的民选总统，接下来就是细数他一年多来的政绩，强调年改、国防自主、新南向政策都已经有初步的成果，而且大好团结，特别当着在野党党魁们的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。万国总理卓伟大阁下，在中组内接见外宾蔡总统的第二次国庆，吴钊文持一贯风格，身穿西装白衬衫，一上台就先感谢历任民选总统。那李登辉前总统、陈水扁前总统以及马英九前总统三位民选总统表达谢意，也许我们彼此之间对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有些不同的想法，但我相信历任政府想要为最快途径奋斗的心都是一样的。二十分钟国庆文告提到48次台湾、6次中华民国、8比1执政已经一年多，小英总统细数政绩，改革不仅舒缓了年金破产的危机，也让年金制度可以有序，为军人量身打造一套鼓励长留左右的军人退伍新制度。司法院会加快脚步，在年底前提出国民法官制度的草案。现阶段的国际国造、国建国造，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。小英总统大赞国军是台湾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的靠山，强调国防转型、能源防范，更花了不少时间阐述立国的新南向政策。跟去年同期相比，台湾跟西南向国家之间的贸易额成长了将近20%。现在参加海外青年继续翻番的人数正快速的成长当中，这些拥有跨国经验的学生未来就是促进区域繁荣的人才。而蔡总统日前抛出宪法议题，也当着在野党领袖的面借机喊话，在这里也正式邀请各政党领袖坐下来谈，只要我们团结，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湾引以为傲的民主、自由与繁荣再一次的推向全世界。上任第二次国庆，蔡总统必感染之国庆文告里的心思，把团结的球丢给在野党，就看蓝营怎么接招。记者徐刚台今日的分析小组在报道。好，那蔡总统在今天的国庆文告当中重申，台湾呢善意不变，承诺不变，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，也不会在压力之下屈服。但是针对两岸关系，也有提出新的方案，只说要携手两岸突破，但是到底怎么突破呢，并没有特别的结论。总统内朋友首先在见总统府的女神中，总统蔡英文准备宣誓正式文告，没想到听灯却不太过美。现场的各位贵宾，电视机前面欢迎与挂起大风扇飘扬的总统头发，是没打乱国庆文告里重中之重的两岸政策宣誓。我们的善意不变，承诺不变，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，但也不会再压力下屈服。这就是我们处理两岸关系的一贯原则。范围轴的历史事实的定程，只有在之蔡总统用四不原则应对当前两岸的严峻局面，并且被赖清德以此掀了大波的台独论调打回票。30年来，两岸从敌对走向和平发展，为两岸关系写下了历史序页。关键就在双方可以各自政治对立，实现和事，在交流互动中不断的累积善意，创新思维与模式。我们应该珍惜30年来得来不易的成果跟累积的善意，在既有的基础上寻求两岸关系的突破。并毛两岸关系依然在维持现状阶段，除了负面消极烈火，抛出善意力求突破。面对两岸及区域发展的新形势，两岸领导人应该共同努力，展现常年累积而来的人文政治智慧，以坚定意志和最大耐心，共同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，为可长可久的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奠定基础。期盼对岸展现智慧，但少了突破僵局的政治利基点，蔡总统了无新意的口号善意，恐怕依然难解两岸融冰。见我叫张宇轩，爱三九五。